希望说，透过这些废弃物，它不只是环保，比环保还要更环保。这样子，我们只是做怀旧系列，我们是在为这些东西先原退行弯料，回挖开变成一个设计产品。啊，透过这样来讲，我们也怕说人家那个税负力不够，所以我就引进三个设计的懒人进来，把三个设计的懒人进来，做一个设计照顾包完站，我们每天把弄来家参与我们整个设计的一些营造点，还和你关心的这些项目，哦，啊，去找到这希望，所以我们每个。包括我们树立上是钢火车的灯，然后我们火车从山寨买就可以做，啊，我们火车嘛灯，所以我们的观光景点慢慢透过这样，我社区找到希望，做者最终目的还是要青年返乡，我们也是这个。是，按过台湾经过这50、60年哦，一寡农村拢重大变化。啊，你感觉咱这边的农村哦，在过去60年当然有经济发展哦。他也有对农村的冲击，到底，你身为农家子弟，你看到台湾这60年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？我感觉变化就是讲有很多，因为从农业转型工业到科技哈，太多不太重视农村，啊，就是一挂钱乌白带，规个社区地皮乌，规个社区拢总所有的景观拢好做整洁，不过故乡无去。人情味拢无嘞，台湾的人情味拢因为安尼毁灭掉。啊，所以我看迄个创举，阮想要甲找倒来。找倒来了后，伊迄个故乡伊是足有容，你是白只发生着每一件物件拢甲你发生过感情。祖先留落足侪物件，咱安要来去爱惜。包括咱教学观摩设计参访，我拢一直在推广讲，互伊去对在地性的物件，吼，在地性，比如讲环保意识要变啊提升嘞，讲恁个提升是要希望讲。咱社区拒绝用外来的东西进来，互伊感觉哦，这个社区的在地，你行着知哦，足清楚这个社区的。结果咱台湾即摆毋是政府，互伊用足侪钱啊，这钱拢全省的社区拢共款，拢咧手空啊，好去，拢有诶无。啊，所以我着我对这个物件，我感觉足强烈的反弹，所以我着即坚守我想要做迄个故乡，去用倡导方法，就这农民共同来保存。所以阮咧保存，阮来甲讲这物件，你知吧？我们会透过记录方法把你记录下，这是你提供出来的，我们共同来保存、修缮，这些卡片来做记录。这个记录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得很完整。吼，社区感觉因为有这物件做公民，所以我也希望讲，阮这是一个农村宝库，吼，你是来要做清楚这是农村，无故乡无。砖卡有做一个所在，用小棒盘，我甲伊斗阵。那个棒盘就是你甲斗阵，我来斗阵，不是对价。但咱即马拢用钱解决，吼、哦！你招商用钱解决，伊嘛唔插你，你钱哦，我就那个年轻人都没。所以你感觉吼，咱台湾讲对咱在地吼，这个文化啦，吼，甲土地吼，